如果它真的是名士的话<笑>大家好吗？真的啊，真的啊，哇，会不会太热啊？我觉得好热哦，有一种小小的那个电风扇，有没有？这个，刮胡子啊，大家这几天度假有什么好处吗？ 有没有好事吗？接下来念故事给大家听。我们嘛，我们人类嘛，常常问自己啊，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安然啊，没办法快乐？你知道原因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真的啊？开悟了以后还不知道啊？那就何必开嘛，啊？ 灌起来算了，<笑>那我们看看那个羊猪啊，羊池啊，我们看看古代的人啊，他们的那个羊生观如何啊？有一个人，他叫羊猪，跟列子大概同样的时代吧。他认为哈，人类啊，所以没有办法放松，没办法休息，没有办法那个。 安然呐、啊，就为了四个理由，你们猜猜看哪一个？第一不修观音，第二不持戒，第三不施书，第四没引起啊。一不修观音是不是？第二没施书，第三没持戒，第四没来去看师傅。<笑>你对了，哎呀，他一出口就沉稳了，太棒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。 听那个杨柱他的那个人生观呢、啊，他的概念呢、啊，他认为有四个理由给人类没办法通融安详，就是第一贪长寿，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马上要即刻开悟，意识解脱的。<笑> OK， 第一是贪那个长寿了，第二就贪。 名誉、荣誉的，啊，第三就贪那个什么胃的，大概胃是吃东西大概了哈，贪吃啊，讲的难听，人家说忏胃口味的胃啊，哎，第四则贪 money，钱，所以。 他认为四个困扰的理由给我们没有办法通融安详，我们看看他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他说，因为有贪四个上面所列出来的那个东西啊，所以我们人才怕鬼怕神呐、啊，大概怕他来那个困扰我们那个黑白那些鬼来把我们生命拿走嘛，大概这样啊，贪那个长寿就怕鬼嘛。 怕黑白没有呀，啊，然后不是怕鬼，又怕人。你贪任何，你都怕人嘛？哎呀，不是鬼来拿我们的生命呢，人也会，有时候会拿我们的生命啊，会争我们的权利啊，还抢我们的钱啊，当当当当，嗯，还有那个怕那些有权利的人，还有怕刑法，嗯，这些贪那么多东西的人啊。 杨朱叫他们是逃避的人啊，因为他们逃避自然，他认为这些人逃避自然，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们活，或是我们死的，都有那个定命安排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，嗯，所以这个贪不贪没什么用。如果我们自己，这个是杨池讲的啊，不是我讲。 如果我们顺命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求长生了。嗯，如果我们没有贪那种名誉的话，哦，我们没有贪那种
高级的生活，那我们就不用什么名誉，我们不求名求誉。如果我们没有喜欢卫士的话，那我们不喜欢什么地位。如果我们没有喜欢变成很富有的人，那我们根本不会求有钱的，不尊不很重那个金钱，不看重金钱。 这些人呢，杨子说他们比较顺自然，叫他顺自然的人，在天下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跟他们比较的，意思说他们就Super Supreme Master 无上师，他们的那个寿命啊，或是他们的那种定命啊。 那个时候就会属于他们决定的，不是属于外在的情况啊，奇怪，我们什么都不要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属于我们，我们的命啊，我们的那些什么福分啊，我们什么生命都属于我们自己决定的，真的吗？他这样这么讲的呢？真的啊，苏师姐说真的，我这个不晓得。那个杨子讲一定是真的了，那个中国有一个词的，表示说很了不起的了。你看孔子也了不起，是不是？老子也了不起啊，墨子也了不起啊，列子也了不起啊，那个什么孟子也了不起的，庄子也一样了不起，还有什么词啊？孙子也了不起。对呀，就我没有一个词。 我自己要申请一个才安全呢，竟还无上师子，我的名字还不够复杂吗？我们多加一个字有什么关系？ 无所谓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可以申请嘛？要去内政部申请是不是？<笑>我告诉你，外国人啊，而且外国同学啊，有些同学还好，不同学他们叫师傅怎么，你知道吗？南无 the Supreme Master 金海无上师。<笑><笑>我们现在差一个字的话，他就昏倒了。<笑>哦，念的好长了，来不及喘气。 好了，还是不要嫁好了，这样害人了。<笑>我从来没有印名片，不然的话，那个<笑>那个黑板的印不够了。那么 Supreme Master 青海无上师。<笑>啊？真的，他们这样叫呢？ 他们不知道无上师就是什么嘛，所以认为都是我的名字、啊。念那个名字就一天了，<笑>就变成一部经了。<笑>哎呀，我是很谦卑的。<笑>现在最好不要加那个词啦，算了算了，给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用了，我不管，我不贪了。<笑> 我不贪吃了。<笑>他说那个中国话有一句话，就说，什么人没有会结婚呢？或是没有当官呢？他那个情欲也会失去一半，有没有经验？笑什么？这是他讲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有吗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 他没经验，他们也没经验。<笑>然后他说，如果任何人啊没有对那个吃啊、住啊、那个穿衣服啊担心的话，他就根本不需要有什么那个所谓的忠君那种本分，意思说他对社会啊不用负担什么的，是真的这样吗？
他跟他讲那些和尚啊，他是他在讲你们那些了，啊，<笑>他意思说，如果我们那个欲望减小嘛，没有要这个要那个，要越小的话，我们生活越安然，哎，啊越简单，也不用做很多事情。不过这个是他们说的了，啊，我不知道了。 嗯，我生活是最简单的，我忙死呢。<笑>有吗？啊？笑什么？不是吗？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本来生活很简单的啊。<笑>生活也很简单。 <笑>就需要一部小小录音机而已，他们刚买昨天，我现在去哪里到处都带，人家知道我也有音乐的那种感啊，艺术家的那类，这个是杨子的那种说法啦，你们认为对吗？这个杨柱他这样讲，他在这边这样子讲呢，啊，不过他等一下讲不一样，听一下看看。 他去看那个梁国的那个国王的时候，他就讲不一样哦。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了吗？不知道。去看那个梁王啊，他就看梁王的时候，他就跟梁王夸啊，说啊，治天下好容易，就像我们把我们那个手翻过来这样子，这么简单呢、啊。然后那个梁王就骂他。 意思说讲酸话了，念他了，跟他说：“先生只有两个太太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嗯，你还没有安置的好啊，啊，你只有三甲地，啊，又满满草，啊，连草也没办法除掉，谈什么到那个。” 平天下那么容易像你把你那个手反过来反掌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梁那个什么杨柱啊，又是他，他就说，嗯，陛下有所不知了，<笑>然后说陛下没有看到一木桶吗？一个木桶啊，嗯，他只有。 大概十岁啊，十几岁都有了，有时候十岁没到，啊，没有长高了一米，还没长到一米高，然后他可以把整个那个一团的那个什么羊啊，或是牛啊，啊几百个哈，啊全部控制得很厉害，他要那些羊去右面，啊那全部都就去右面，啊。 他拿一个拐杖小小的那一根柱子那么竹竿那么小小了，啊，他指哪一边，那个全体的那个牛啊和羊一起去那边了，啊。如果叫那个尧啊，我是舜啊，啊，我是王帝啊，去拿那个小小那个竹竿这个样子，然后叫一只牛啊跑动或是跑去，连它跑不跑了，一只而已也不会跑了，嗯。 就为什么呢？说因为能力不一样，他们做事不一样。他说，下层呢，还有听说，嗯，如果一只鱼很大，它可以吞了一只船的话，它就不会在那个龙舟湖那边游来游去的，<笑>对，它太小了，大概这样的意思。 一个大什么大鹏啊，啊，嗯，它飞在很高的山上面呢、啊，它就不会停那个吃那个小鱼，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啊，那个池塘啊，那个水不好看的那个很肮脏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这些很伟大的众生啊。 他们要走得好远啊，飞得好高，你说游得好深，飞得好高。像我们很大的红钟啊，和很大的鼓啊，啊，不可能用来为了
弹了一首小小的无聊的歌，歌唱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声音不配合，这个小小歌歌颂不值得这个大红钟和那个大鼓可以那个陪他。所以那个想做大事的人呐、啊，不会做小事情的，哈哈哈。这个我们同学都知道呢。他说要成功很大的事，就不很在意成功那些小小的东西啊。他认为，他说，他的意见是这样子。你们认为呢？这个我同意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这边我们同学都很伟大的。所以叫做什么小事情都不会的。啊？又猜中了。猜中了，对了，然后就说师傅怎么那么严格，师傅小气，看不到我们是伟大的人物，叫我们去砍草，去种花那些等等干什么？我们是应该要当王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叫做什么小事情都不会做的。苗栗是这样子啊，外面是这样子、啊，同学都差不多哈、啊，有吗？有吗？做什么事我改了好几次，只有我是唯一的比较小在这里，我会做小事情而已，什么小都看得到的哈、啊。你们都是伟大的人物，所以小事情都看不惯，是不是？现在怎么笑不出来了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默默承认这样的。要头又弟弟干什么？我坐这里不是坐在地板那边啊。OK， 我现在了解了，你们都是想当王是不是？好，不过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在这边我们只有100多个国家，每个国家已经有王了，而且每个国家已经有几个王了，有时候争来争去了，轮不到你们了。所以最好认命了，做木工啊，砍草啊，师傅叫啊，种花就种啊，铺石头就铺了，随便了，好吗？我们里面当王就可以了，不然我们可以轮班当王，来这边轮班当一下，要不要当苗栗的王啊？这边已经有一个了，不过你们也可以来。我们这边竞争力不多，因为只有一个，如果把他送出国就没人了。他们说这边有一个叫龙舟湖咽喉，西湖咽喉。上次我们看一部电影叫那个埃及咽喉嘛，看看那些历史的，有时候也让他们看了、不让他们偷偷看也是这样的。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西湖咽喉，我不晓得哪一个，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那边？哦，今天没有什么很多好玩的。还有别的故事呢，还要不要听啊？好了好了，反正哈，天气那么热，打坐也打不下去了哈。那我们念故事好了啊，我们假装两个都不懂啦，念这些故事学学看。我知道你们是已经很开悟了，就是假装不懂一下。OK， 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玩了、有一点适合玩乐的，比较适合你们的口味，适合我的口味。有一次嘛，我跟那个一些人聊天呢、然后他们就问我那个为什么有一些名师啦，有一些佛有结婚生小孩啊，有一些没有啊，懂不懂？我说，他说有什么不同嘛？那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？我说一个是结婚过的佛，一个是单身佛。这样两个名誉不一样啊？
写的名片的时候这就不一样啊。比方说是我结婚啊，如果我还结婚的话啊，我的名片会印成 Mrs. 你懂吗？啊，我没有结婚我就 Miss For Mr. 金海无上士啊 Supreme Master 不过去哪里他们都叫我妈大妈，所以哎呀没办法，看起来很稳重就对了。OK， 现在我们看到别的人那个人生观了。你们都知道那个齐国嘛，有一个叫管仲和叔牙，那个管仲是非常出名的嘛，上次我们有讲过他哈。OK， 他为什么出名啊？因为他治国平天下都很那个第一流的嘛，哎，不过也是刚好都碰到一个代代的国王嘛，哎，就听他，哎，带得上他那个还好了，当王就有两种，一个是很呆，一个是很聪明，你带的话带得清楚一点，像那个齐桓公那个，然后就会有那个好的人才来侍奉你，你那个指示你啊，叫你去哪一个方向这样子，你还可以治国平天下，还有你那个王位还可以保留了。如果又呆又笨又爱指挥的话，哎，上好几个我们不讲啊。比方说这样，又呆又笨又不想听那个，比较贤明的人的话，那当然自己的王位也保不了多久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。他叫燕平仲啊，他跑到那个管仲那边问一些问题，他问那个管仲啊，要养生啊应该怎么做？养生啊，保养的养，生命的生，叫管义武哈，也是他嘛哈，管义武就说，你放松嘛，就随便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，不要禁止自己，不要挡自己的任何的那个方面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个人还不大懂啊，他问他说应该的那个详细啊应该怎么抓啊。那好，那个义务就说，耳朵要听什么就让他听什么就跟你们一样哈，有没有让他听什么？每天两个半小时，然后你的耳朵，你耳朵要听什么就给他听什么啊，眼睛要看什么给他看什么，那鼻子要闻什么给他闻什么，嘴巴要讲什么给他讲什么，身体要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。心里喜欢什么东西就做那个东西，这样对吗？摇头了，不对了。他讲这个你们做得到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？不容易哈。那你们都每天都做一些什么？鼻子要听就叫耳朵来闻，是不是？大概那个管仲啊，他有修道嘛，你看他那个度量啊，他那个平天下的才华，他那个什么柔软的婉转的那种对待国王那个方式哈，一定有修行的人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们想想啊，那修行的人不一定不能参与政治呢。如果有一个那么呆的好呆的那个我呆刚好那种国王啊，我们就把他叫过来，然后我们也跟他一起玩也不错。哎，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谈那个管仲的时候，就到他那个处事那种方式是真的第一流呢啊。看到国王很坏他也跟着坏，不过他心不坏，你懂吗？他就随情况变改而已，他自己知道他要什么。